你上次有来看演唱会吗？我啊，上次7月9号，你有来看演唱会吗？没有就没有，出去。但今天我们来公布一件大事情，请看 VCR。 我们11月31号我们在高雄跨年。其实我跟你这么靠近吗？你上次有来看演唱会吗？我啊，上次7月9号你有来看演唱会吗？没有就没有，出去。这边门在那边，出去。开心什么？爱哭的是我吧？吓到尿尿了。